这里啊，这个应该不会是螺壳吧？好几个在这里。哦，这个藤壶还会动的，看到没有？哎呀，伸出它那个长长的触角，在那里吃东西呢。哦哦，这个螺有用有用。哦，还有好多粘液呢。数着数，哇，哎，可以可以，哇，都是有用的。来，看看，这里也有一个。可以哦，这种螺的话都可以卖到30-40块钱一斤，5颗，收，很重的，那个壳就很重的，所以说很值钱。这里，哇，这里有几个？3个，哦，可以哦，哦，好肥呀，都缩回去了。活的，哎呀，可以了，漂亮！哇，好几个，三个，好肥呀，瘦。个头小了，挺漂亮，就是个头小了。这里，哇，这里有一个活的，它在那里溜达。哦，这个好肥，这个感觉要蜕壳了。哦，这里，过的百草都没看到，这里有一个。漂亮，瘦，这还有一个，哇，不过好小个，小个就不理它，你吐烟雾，不是，哎，看。2个，咦，这个可以收，这个小了。哎，这里，哦，这个更小，小不点，那小的不理它啊。哎，这里发现了螺了，一颗，哇，这颗也是，哦，它也是好好区分呢。哇，2个粘到一起了，哎，可能弄掉了。2个，喂，这里有2个螃蟹，看，哇，这螃蟹都不怕人的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哦。这里有个螺，好大个，有个洞这里的，哎，这里有2个，有没有？2颗，收。这有个螃蟹蜕的壳，好小个。这里有一只，收。好几颗螺，哎，大了。
这里看，刚刚看，哦，看到嘴巴了没有？这样在透气。哎，那么深吗？刚才看到有一点点东西了。啊，什么来的？沙虫啊。不知道，哦，这么深啊。哎，怎么没感觉？怎么没感觉底下有东西？但是它真的是在吐气。哎，算了。哎，虫子吗？没感觉。哇，这里，这里都有好几颗。哇，好肥呀！收了。虾，跑哪去了？哇，溜得好快呀！算了，不大。那个虾跳出来了。这里好多点点的东西啊。再抽气吧。挺深的，我就想挖一下是什么东西来的。有没有？没有就算了。还是不够深，算了，不够深，太深的话挖不了。回去了哦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喜欢视频可以关注一下，下期见哦，拜拜。